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来自英国伦敦的一位性感大妈名叫盖纳·艾文斯，她通过很多社交网络平台，成功约到了百余名小鲜肉。盖纳称，跟这些年轻小伙子们的一夜情令自己欲仙性感火辣，并且他表示不会停止继续体验跟不同小伙子约会的刺激感。现年56岁的盖纳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奶奶了，两次的离婚经历让他觉得跟年轻小鲜肉发展一夜情是一件更加刺激的事情。他还表示，超过35岁的大龄男士并不在他的捕猎范围之内。盖纳说，跟年轻小伙子发生一夜情的优点显而易见，他们更加持久，激情充满战斗力。很多网友看了这则新闻呢，都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他说了，这大妈都56岁了也不害臊，还这个在网上约小鲜肉。可是盖纳对这些言语都表示不屑，他的原则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有鲜肉今夜长。而且他认为呀，这个约小鲜肉跟他们发生一夜情是他永葆青春的唯一秘籍。幸亏当时唐僧在的时候盖纳不在，不然一个唐僧还满足不了盖纳的胃口。